突然，准备眼睛点，还掉了东西啊！啊，残沙子啊，残沙子把非法移民呢，不知道，全美国各个地方，成了他们的私人武装，成了他们的私人武装，发现第一批，第一批非法移民进来的时候，人家发现的时候，我就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当然是说出来啊，这个是将来是奥巴马的私人武装啊，他已经把那些人呢已经安插到美国各个地方了啊，美国各个地方，安插到美国各个地方，他们在奥巴马手上专门有登记的啊，有联系方有登记的啊，一旦需要他们的时候就，就作为一个私人武装啊来对抗，对抗美国啊，应该说叫美国政府啊。当然了，现在在他美国政府在他们手上啊，在他们自己手上。一旦那个美国政府不在他们自己手上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的时候就用这些那个，用这些，私人武装就是非法移民呢、啊，来作为他私人武装啊，外星人知道了这个事情，在天上他看得见了，说，武装嘛 ，arms 啊，武装嘛，现在而且他们也不干活来了一个啊，就是悄悄的政府，给他们钱的啊，养着他们，养着那个私人武装，现在这个是天老天看到了一个，居然他们的胳膊也不在干活。而且未来作为一个私人武装的话，就是这个胳膊是这样用，就慢慢让他们胳膊像退化掉，退化掉用渐冻症的啊，让他们这些人慢慢的渐冻症的，逐渐就萎缩，退化，然后不能动了啊，让他们失去战斗力啊，让他们失去战斗力，不然这个对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灾难啊，巨大灾难啊，所以外星盯着了，把这些人盯着以后，就慢慢让他们成了渐冻人了啊。未来的美国有很多很多渐冻人了啊，就是这帮子非法移民啊，让他们失去那个战斗力啊，失去战斗力，动让他们也早日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掉，因为本来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啊，就像那个种子啊，不适合在这里生长的，那么尽早让他们枯掉啊，尽早让他们枯掉啊。说到这里，这个兵啊，狠狠的打那个拜登头啊，哇哇哇，狠狠的打啊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